星爷周星驰在个人 IG 晒出与五月天合照，开心写下达成共识，创立限定乐队六月天，并且正埋首于首张单曲类型和可以一炮而红的歌曲名字。这其实是周星驰久违正面露脸，再加上与天团合体，让不少粉丝有惊又喜。而阿信也留言回应星爷本人帅到我都晕了，没想到周星驰还回复，但只要有你在，我就不能以美貌称霸地球。看来星爷的幽默感实在是宝刀未老。其实早在几天前，星爷就曾发出自己吹箫的背影与五月天合照，并表示自己展现特长想加入五月天，却被团员以凤梨酥作为奖励，还要他回家等电话。阿信当时就逗趣回应星爷，我们团员再商量一下，或您再等等。周星驰还追问，请问是哪位对在下有意见？玛莎则甩锅到没有到场的冠佑，表示还需要跟鼓手商量一下。冠佑则关注不同重点，写下为什么只有凤梨酥。一来一往的对话让两边的粉丝都惊喜之户，太扯了。在周星驰发出合照后，阿信也发到个人 IG 写下，五月天正式增加销售的位置与 C 位，在此次巡演大家有极高可能有耳福听到广州消亡洗涤人心的爵士绕梁之音。此话一出，又让人更加期待限定团六月天即将推出什么一炮而红的单曲。完全娱乐综合报道。